张寿臣的《桥头诗》，这是张寿臣先生1955年时候的实况录音。把个毛长笛子放了，两口子睡着炕，老头要在炕头睡，老婆偏不让。老头拉顶门过，老婆来了擀面杖，把两口子叮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，炕也亮了个冰凉。哎，谁也没毛睡着炕。这一个人的相声啊，最难的。您想啊，没有随手，没有家伙，也没有道具，也不化妆，就是万字这么一站，俩肩膀扛着脑袋，活人肉嘴说白话，在北京说热闹。您不热呢，一点主意没有啊。您不热，我能下台按这位置隔着您去吗？有不能啊，隔着回本您隔着乐了，那对吗？就得慢慢说。要怎么说，一人难臣不仁义，不仁难辞一人心。您拿我今天这个段子，宋朝啊有苏东坡，苏东坡呀还有和尚佛印啊，有秦少游，这个可是那么的，可不是那档子事儿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，也是一个字印啊，有打这个字里头找出这么个笑话来。说在这个旧社会啊，听听吧，有这科举，这个举子啊，有打这个外省来啊，上京城去科考，赶上了下雨，他这都得在这个八月以前的进北京啊。下雨下挺大，这位举子呢背着书箱，身体都湿了，上不着天下不着亮，没准备雨啊。前面呢有这么一荒废的园子，园子里头有亭子，上这里头背背雨吧。这个舅子呀就进这亭子，一进这亭子要背雨啊，一瞧里头坐着一个人，亭里坐着谁？坐着一和尚。哇，说这和尚是哪儿的和尚啊？这和尚可不是咱天津和尚啊，不是天津和尚，天津和尚没这和尚，天津的和尚都是正心修身，克己复礼啊。啊，说一位一位全都是老弟兄啊，死后全成罗汉的，天津全是好和尚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怕他们和尚揍我。甭管他是哪儿的，雨下挺紧，这和尚走不了，一人挺寂寞。一瞧来了一位啊，赶考的橘子，俩人吧，越谈越对劲，越谈越谈来谈去呀、啊，就是桃色的事儿出了不少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和尚也是一个花和尚，这个秀才呢也是个风流人，和俩人越说越有劲。外面下着雨，他们俩人就开着心又赏着雨，说着正热闹呢，说不了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又进了一背雨的，这背雨的是个女士，有打娘家来上婆家去，身体淋湿啊，走到这背着雨，雨柱子在走。一瞧这里头有一个念书的，就在一个和尚。这位女士呢也进这亭子，两窗外这坐着，挺规矩。这和尚呢跟这舅子呀，他们不能开心了，不能说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出家人，但一说他们不热闹了，人家那个回去质问他，他不好看。再说这个是念书的身份，这和尚啊一努嘴，那个意思他要冒坏呀，让那女的走。这秀才呢文人呢不好说话，一摇头，冲他一努嘴，看你的吗？这和尚站起来了，和尚站起来这么一打问去，我说一位施主，这一位女菩萨，说今天呢外人下了雨，下挺紧，说我们在这背雨遇在一处了。说今天呢可是这背雨这亭子谁管着，可是我先来的，先来者为主，后来者为宾。今天我出题呀、啊、就让咱们赏雨，说一个字样，说上来呀、啊、在这背雨，说不上来那可就无法。那走，外人轮着去，谁不管他啊。几文会有，说不上来的就走。旧社会的事儿，女的哪有认字的，认字不少吗？赶上了这位太太呀认字。那你说你怎么说这个女的还认字？这太太说，这位太太认字，您瞧不起
不登这太太认字，这个太太就在咱们南市摆卦摊摆了六七年。啊，摆卦摊的时候再告我，这位太太撞我脸来了。好吧，我这位大师傅，既然您出个题呀、啊，我们就恭敬不从命。我不管那一位老夫子啊，我就遵着您这个题，您赏题吧。好了，人家接了不含糊。这先生呢也瞧着女的一眼，能接题，你这是出什么题呀、啊？这和尚到这儿说话不算了，好吧？那我就出题啊，出题怎么说呢？咱们每人呢说一个字。今天呢，三个人呢，就好比啊，想当初啊，有三才子，有一和尚，佛印，那时候有苏东坡，有金兆游，这叫曾和乔，啊，曾和乔三个人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以这曾和乔啊说，说这三个字啊，曾和乔啊，每人占一字。我呢，领头我占这个曾字，这位老夫子啊。占这和字，这位女士太太呀、啊，又是占这乔字，怎么说呀？前四句后四句，这一个字说八句。前四句呢，先说这个字啊，有旁念什么，没旁念什么，去了旁添一个旁念什么，最末这句啊，要落在本身上，这是前四句。后四句呢，以这最末这四句末一个字为头。还要说四句，这四句呢是落在本身上啊，本身上的希望。怎么说法呢？我先说吧，说这个曾哥吧，这个曾啊是日增月盛那个曾啊，曾按长讲，曾增长是有土啊念的曾，是个提土，无土啊还念曾，要没这提土呢是姓曾的曾，曾子曰吾日三省，就那个啊。有土念的曾，无土还念曾，去了曾边土啊，换人便念曾。曾字呢，要没有这土字，换个立人啊，就念曾。这不四句吗？最末是个曾字。说在本身上呢，我是个僧人，出家人，他就是僧。最末四句僧字为头啊，灵兰呢是落在本身的思想盼望。说本身的盼望什么，说怎么说法呢，说僧人守清经，每日诵真经，功课圆满时，必把罗汉称。嚯，这和尚思想不小哈，盼望挺大，他要死了啊成罗汉。僧人守清经，每日诵真经，口子一个奉字啊，这念奉。捧真经功课圆满时啊，一把罗汉成，就他死了成罗汉。我这个四句啊，前后八句就完了。哪一位说呀？按照我这说法，在这位老夫子了，挺秀才，他三十来岁，他做事不费事。说我说这和吧，第二是和呀、啊，这和那是和气的和呀、啊，这和气的和这不有口子。说有口还念个和，无口还念和，没有口是柴禾的禾啊，甜的禾，加禾啊，有口也念和，没口也念和，去了河边口啊，换斗便念科，这边正和睦，这边添一斗字，科，单位本身呢，科家吗？念书为科家呀，所以末二四句呢？是灵文道的本身的这个盼望啊，说科考大学生，熟读十三经，等开乡会试，状元第一名，中状元啊，盼望啊，中了状元了。都说完了，该这位大嫂子了，这女士啊，站起来，好吧，我可说不好啊，说不好，你们慢慢原谅。说我说这桥字啊是桥梁的桥，是吧？说有木啊念个桥，没有木啊还念桥，没有木是姓桥的桥，去了桥边木啊换女便念娇，去这木头旁姓桥的桥添一个女的念娇，本身叫什么娇艳吗？女子娇娥，
哎，修眼，这俩字成，这四句很广。后头这四句呀，以焦段为头，最末呀落在本身的探访。那女的说呀：“娇女真可爱。”这和尚啊，瞧见秀才一吐舌头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嫂子，有什么可爱的呢？人家还问。这个太太说呀：“胸前两个奶。”和尚阿弥陀佛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可爱，很怎么样呢？一边奶和尚，一边奶秀才，我也不说了。